哇，不是吧？这边是 TP 要来做一个上路的三甲，雷震马上交给 TP 上来之后，波波这里想要来先弹塔吗？不对，是卡瓦，卡瓦弹了塔，叫了一个闪现，但他弹的塔的速度好像还算可以啊。波波这边弹了两下塔的伤害没有倒下，效果。可是下路的话不一样，你只要一波的失误，特朗德是没有技能可以开塔下。哦，这看到雷震已经开车，不过这边 Arrow 的其他队员也是马上也要赶过来了，在上路这边的话，特朗德是没有闪现在的，平板最后一滴血量被说卡瓦给收掉，而在主女巴特过来之后也是把波波给定起来，最后人头是由主女也收下来，特朗德是辅助的坦克级过了之下一个大招，神女也是马上过来，坦克级交了一个闪现，配合上徐若是把这边雷兹给定住，有没有机会收下这个雷兹的人头呢？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会不会在这边上凶，想要在最后面塔下再把对方的卡瓦给击杀掉吗？往前面一架双生毒牙再闪现，最后一发，坦克级本身玩的好之外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一些他们太低调，看一下下路这边是乒乓回家之后马上是角 TP 出来。 辅助这里的伊泽巴守住马是成功把对方二特人都给拿下来了，小波的人头不幸的还是落下了。也看到主要这一波是因为他们塔杀二毕竟是一个满血，他也是拖了很多的时间，而且还击飞了两个人。他临时前还是有拖到很多很多的时间，然后朱女也是有换掉对面的人。重点是你可以看到这一边，他很明显的是对面的下路已经放着炮娘一个人在下路，然后坦克其实直接带着蛇女一起上来。 我觉得这边对面就是有一点小看对面的，一个是你们刚才在中澳对面的过程已经花了很多时间，你们甚至是九到让这个坦克级先走的，他不是回家再过来，他就是一路从下路走到中路之后带着蛇女一起飞上来。我觉得这边真的就是通常如果你第一条龙是水龙了，先看一下怎么样。中路这里的话，木布雷是马上掉一个进化，就被特朗德的柱子给顶到，但木布雷这个大招是把对方特朗德给石化巨龙侧边过来，也是丢一个大招，直接盯对方特朗德。特朗德必须往后面拉出去，这边也是有点危险，马上雷兹开了一个大招，但有这边是被朱尼给冰下来了，最后补上一把伤害，是木布雷收下了秀秀。 来看一下，replay部分，主要还是雷兹的装备还没有起来，而且特朗德现在毕竟是因为身上坦装的关系，他是靠基础伤害在打的，还是差了一点点，而且他甚至是连普攻都没有 A 到这个蛇女身上，没有红重疾在烧，伤害是很明显有一定差距的。对，秀秀的话虽然有闪现在，但我们先看一下是中野的联动哦 ，Apple 有机会吗？ 彩球过下来，但是已经被眼睛也看到。不过这边一切把自己也逃不掉了。伊藤是马上去你大招给拼到，胖脸是火箭跳跃往上面跳，把单子挂在帕塔身上。最后一波正面的对打，直接把对方 AD carry 给收了下。伊藤起来最后一滴双生毒牙吐了一下，不过伊藤是滴血逃脱了。这个让我想到他之前在另外一个比赛的时候，我记得他最高纪录是赢对面的 jungle， 记得赢过来丢个大招，雷神马上是秒解，并且绑了一下对方的朱女往旁边来做撤退。 侧边看到的是特朗德也是过来，用个柱子顶飞了，是巴特把反向一个闪现，后续神女的大招石化到雷兹，但是前面的话，朱女是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也被这边来做包夹的波波拿下，搞一些事情。哇，结果这边神女是被抓到一个转角遇到爱啊，结果这朱女也是马上过来做支援丢了大招，是定住对方的布朗姆，布朗姆举起雄鹰重盾挡了对方的蛮多的伤害，但是也是必须交闪现往后面撤退，二的其他队员都已经赶了过来 ，Apple Base 有机会啊，伊森收掉吗？碰了一下普攻，再后收掉了对方的辅助，来看 replay 哦。 这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队员的位置哦。我这边的话差了一点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蛇女是开启了大天使，然后雷兹进场，伤害也是不够，直接被他们几个吞走。对，紧接着看到这里伊森就没办法拉掉了。其实可能像是一个阵型上面比较乱吧，对方是被切成两边，然后 Apple 的话，他们是很认真的往下半部去打那个布朗姆，所以布朗姆就被他们集火收掉。其实一些现在这一场的特朗德定位真的太尴尬了。 哦，这里要做进攻吗？朱尼往前面，二也是马上开大招，这一撞击败对方三个人，哇，巴特直接把对方趴下给收掉，他一阵也是往旁边拉，但是这一波的一个进攻 ，Apple 已经打得非常漂亮了 ，Score 马上把乒乓球含着肚子里面往后面来做撤退，两个人，他同时有打到足够的控制，而且自己血量也维持得很好，让这个坦克机有机会救走他。布朗姆举了雄心重盾，哇，这伤害太高了，朱女的一个大招直接就把一层给秒掉了，哇！ 但有没有机会来看一下卡瓦这边是抓到Score，雷兹开了大招，结果绕了后来，是看到阿尔的一个火箭跳跃之后，我就只能选择撤退。但朱女是选择来做断后啊，是抓到了卡瓦，卡瓦之前被挂了炸弹，布朗马上开了一个大招，但是已经被神女石化起来，因为朱女撞了一下，伊森这个闪现没有成功过墙，多一点的血量，还好是补了起来，而且是举了雄心重盾，很漂亮的把对方二的一个攻击给挡住。 炮娘是一个闪现配上大招，没有收掉对方的布朗姆，叫了一个TP要回到这边一个无与伦的碰撞，就看到是柯加斯已经先被抓到了。这里往前面两边的一波暴打之后 ，AD 都还在点，换了一个 火箭跳跃，换了一个很好的角度，再看到柯加斯给击飞，炮娘再一个火箭跳跃往前面，又把对方的布朗姆辅助也收掉，再一个火箭跳跃要收掉对方卡瓦，卡瓦也只能倒下，再一个火箭跳跃要收的帕萨，帕萨被挂了炸弹，这边叫了一个治愈，二的成功拿到的是一个，哇，这应该是夸爪吧。 我是三连杀 triple 而已哦，有个人头不是他拿的，再一个人跳跃过去，这次就拿下夸抓了，不是水货啊。
从刚刚的整场会战可以看出来，都是他一个人不断的在往前收割、哦。当然也是队友可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，主要是二他临死前的控制打得很好。我觉得主要的工程真的是这边的二炮娘这一波，就是在队友打出很高的伤害进行收割，就是这一波你可以看到二进场，然后配合蛇女的毒物，而且朱女这个大 B 武技能也是缓住了全部的人。剩下这一波，我觉得你只要是个正常的炮娘，大概都能收掉。真的是他们这个前排的配合打得非常的好，而且 Score 也是在巴特要倒下那一瞬间，直接把他给喊到肚子里面，金哥是没办法收掉，也是让这边的 Art 能够更好来做收割，把对方 AD 以及中路都给收下来，拿下了八楼。当然八点五版本炮车是被削弱，这个是什么画面啊？一个猪女对着柯加斯一路一阵暴打。他最想要的收割会战，这边是直接开战了，结果布朗姆的大招是挡到了对方发射一波攻击，而且听说还是叫一个闪现来做撤退，所以DC也提飞波波往前面压，两边现在做一些拉打，蛇女的话还在上路这边来做分带哦。这边看到是朱尼丢了一个大招，是直接把对方卡瓦快要给秒杀掉了，二马上开了一个大，要撞谁？撞到是对方的两个人，我看到前面这里，哇，杰英科是站在他前面，直接被收掉，碰两火箭跳跃之后再往前跳，收掉了对方的特朗德之后，感觉要结束比赛了。而且他们这个压迫位置压的对面很好，你可以看到，首先是炮娘在右边一直疯狂的输出，先把对面已经残血的人往后逼退，然后刚才在左边另外一侧一些剩余的人原本好像有机会多跑一下的，结果一个蹲很久的蛇女直接出来阿闪，把对面的人都缓住，缓住之后就是打出很高的伤害，直接配合队友全部击杀。对，拿下了两座美亚之后，对主板来进行输出。我们恭喜 Afrobeat 对上一些 Academy 的这场对决，已经拿下了第一盘赛事的胜利。不过，当然这是一个包五的赛事了，要先拿下三盘胜利的队伍才能够赢下这次一个对决。对，所以老师，你觉得其实，在今天这场比赛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蛮跌破眼镜的。对，我原本以为两队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今天第一场的内容看下来，我觉得是差很多。但是并不是说一些这里打得很糟，而是我觉得 April 他们前面几波的塔杀执行得很好，尤其是他们你可以看到前面塔杀二那一波，跟他们第二波塔杀下路的，我觉得都执行得非常的不错，就是他们一些分配坦塔技能的控制都打得很好，就是他们都只有打到必要的伤害都成功拉掉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一些剩余的战术执行上，尤其是一些远程控制都有命中，然后配合蛇女，就是他那个毒让你在扛塔杀的时候你甚至想跑都没得跑，我觉得他们如果再照着刚才这样的套路跟一样的这个，他们这个看起来就是打了100次这样的塔，对，我觉得他们这个熟练度有打出来，那如果可以再多执行下一场的话，如果再多执行这类的进攻，我觉得下一场也是很有机会。没错，我看到他们的总教练战神波比已经在后面来做指导了，感觉他们是随着这次的一个胜利的喜悦是蛮有尽心的啦，对，蛮有自信的，因为其实在波五的赛事第一盘对决你拿下来，对于整个士气的提升以及后续的一个胜率来说，就统计学上来说拿下第一盘胜利的队伍